接彩条，你能形容一下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吗？进不得，又退不舍的。什么进不进退不退的，我不好意思的。七彩童，你发展快哦，都聊到进退两难了。刘婶在他面前扭到背都拱完了，都插不出花。婶啊，你年纪大了就不要搞这种那么刺激的项目了，留给我们年轻人吧。是啊，刘婶你退休吧。再见！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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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